看这一题，我们看第一小题，他说已知哈一个梯形啊，上底是五，下底是七啊，那他问中线长，中线长就这两个加起来除以二了，哦，中线长哈等于二分之五加七啊，上是五六七啊，因为是成等差嘛，这是等于六，中线是六。好，再我们看呢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，他说哈，已知一梯形哦，高的话哈，一梯形的话，高的话呢是等于十啊，然后的话中线长哈是等于八，中线长等于八了，那么它面积多少？那我们知道呢，这个梯形面积哈就等于高乘以中线长。就十乘以八，所以是等于八十。哦，那中线长实际上是二分之上底加下底。我们晓得那个梯形的公式是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，所以跟它是完全一样的。所以答案是八十。第二小题，答案是八十。